马克福音第九章一节，耶稣佮对因讲：“我是在甲恁讲，徛伫遮个，有人伫约未死以前，会看到神的国大有能力临到。”二节，过六日，耶稣带彼得、雅各、约翰、苏海爬上悬山。就伫因的面前变换形状，三发光极其白，地面漂泊的无一个会漂到向哩白。四节，忽然有以利亚甲摩西对因显现，甲耶稣讲话。彼得对耶稣讲：“立比，咱伫遮真好，通来搭三间寮啊！”一间乎你，一间乎摩西，一间乎以利亚。彼得毋知讲虾米正好，因为因真惊，就有一片云来压看因，也有声音对云来出来讲：“这个是我听的囝，恁都听伊。”门徒忽然周围一看，无看到一人。只有看到耶稣甲因伫遐念经，九节落山时阵，耶稣吩咐因讲：“人子，要未对死搁活，恁唔通将所看到的甲人讲。”门徒将即句话存记伫心，三个议论对死搁活是虾米意思？因就问耶稣讲：“文书是安怎讲？”伊利亚都带生来，耶稣讲：“伊利亚果然带生来，复兴万行事。圣经毋是指着人主讲，伊要受真侪的艰苦，互人看轻啊。我甲恁讲，伊利亚已经到，因也实在意思款待伊，都照圣经所指着伊的话。”十四节。耶稣已经到门徒遐，看到有真济人为着因，各有文士甲因辩论。众人一看到耶稣，拢大惊讶，就走去甲伊请安。耶稣问因讲：“恁甲因辩论的是虾米？”众人中间有一个人因讲：“先生，我带我的囝到你家来。”伊予一教的鬼附身，无论伫倒位，鬼捉弄伊，将伊摔倒，伊就流烂，家个出去，身躯孤单。我要请你的温度将鬼挂出去，因确实无办法。十九节，耶稣讲：“哎呀，唔信的世代啊，我伫恁家要到偌久啊？”我吞论恁要到偌久啊？将伊带到我家来，因就带伊来。伊一看到耶稣，鬼就和伊大抽搐，倒伫涂骹，翻来翻去，嘴流烂。耶稣问伊的老爸讲：“伊患着这个病有偌久啊？”因讲：“对细汉的时阵，鬼道道将伊迄落火。”迄落水，灭灭伊。你若会做虾米？求你怜悯我，来帮助我。第三节，耶稣对伊讲：“你若会信，伫信的人，逐项拢会。”囡仔的老爸随时哀求讲：“我信啊，但我的信心无够，求主帮助我。”第五节，耶稣看到众人。拢走我来，就责备迄个乌龟，讲：“你这个一狗臭人的鬼啊！我命令你对伊的内面出来，无过入去。”迄、那个鬼嚎叫，互囡仔大大的抽搐，嫁出去。囡仔亲像死一样，地到众人较济讲，伊已经死。但耶稣牵伊的手，扶伊起来。伊就站起来，耶稣入厝内，门徒就暗中的问伊讲：“
阮是安怎未会赶伊出去呢？耶稣讲，若毋是用祈祷，即类的鬼总未会出去。三十节，因离开迄个所在，经过加利利，耶稣毋爱人知，因为教训门徒讲，人子得要受交伫人的手，因要害死伊。受害了后，过三日，伊要阁活，门徒却无明白这个话，阁唔敢问伊。三十三节，因来到加伯农，耶稣伫厝内问门徒讲：“恁伫哪里议论什么？”门徒静静，因为因伫哪里三角争论什么人做大。耶稣坐地。叫十二个门徒来讲，若有人爱做大的，伊要做正人的落尾，也做正人的车用。对安尼，带一个囡仔来，叫伊徛伫门徒的中间，煞抱伊来对因讲，囡仔为着我的名，接纳一个亲像这号囡仔的，就是接纳我。囡仔接纳我的。不是接纳我，就是接纳迄个找我来的。三十八节，约翰对耶稣讲：“先生，阮看到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，阮就禁止伊，因为伊无对咱。”耶稣讲：“唔通禁止伊，因为无人奉我的名行官灵，反等两边诽谤我。”无抵挡咱的，就是帮助咱的。四十一节，今日因为恁是属基督，予恁一杯水啉的，我实在甲恁讲，伊一定会得到赏赐。今日予遮个信我的，一个上界世跋倒，宁可用大石磨，绑伫这个人的颔棍，迄伫海。四十三节。即使你一只手，予你跋倒，就将伊斩断。你欠肢体及应声，却也有两只手落去地狱，入迄个未化的火。即使你一只脚，予你跋倒，就将伊斩断。你摆脚及应声，却也有两只脚受迄落地狱。即使你一目，予你跋倒。就歪掉伊，你只有一目入神的国，却也有两目受迄落地狱。底下虫是未死的，火是未化的。四十九节，因为要用火做盐来是个人，盐本来是好的，那失了盐味，要用什么和伊个咸呢？恁的内面应该都有盐。大家三好好。